爱才是真正的核心思想啊！所以中国几千年的教育，爱的教育啊，这个爱是天性的，每一个人都有啊！啊，那现在为什么没有呢？你迷失了自信啊！啊，这就是佛家讲的慈悲也。你看，其外国其他宗教讲的神爱世人。所以古圣先贤讲的是一个中心啊，无世间无论哪个宗教啊，没有不说孝顺父母的啊。这个佛家教学，你看看我们所依靠的净业三福啊，第一句就是孝养父母，奉师师长啊，所以佛教是教育，啊，是师道，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，啊，现在佛教为什么衰了？因为没有孝道了，没有孝道就是佛教已经没有基础了，像盖大楼一样没有地基，啊，这是佛教不能够兴旺，啊，佛教要兴旺，头一个要把儒兴起来。啊，所以我们提倡学习《弟子规》，啊，《弟子规》是儒家的根，啊，这个儒家讲孝悌忠信，就落实在《弟子规》里头，啊，是用这个方式来把它做到，啊，然后就佛法就不难学习了。啊，在家学佛，这个十善业、三规五戒，你很容易做到。你是真正的佛弟子，啊，出家像沙弥律仪、比丘戒、菩萨戒，也都可以做得到。啊，你也有根呐，现在做不到是你没有根呐。啊，这个重要性呢，我们要知道。啊，确实。它是行为的准则，啊，这个是，讲习当中常讲啊，祖师大德常常告诉我们的，禅是佛性，啊，教是佛的言语，戒律是佛的行为，啊，礼是儒的行为，啊，戒是佛的行为，啊，这个三个是一体。有一个，三个都有；一个没有了，三个都没有。啊，一二三，三二一，是顶支三足啊！啊，它有连带关系。